老婆饼里没有老婆，但是虾枣里却有很多虾，严选海里的年轻壮虾，去壳抽线，一刀剁碎，拍打至起胶，掏出祖传汤勺给虾浆做造型，入锅与热油的火热碰撞，直接释放出诱人的香甜。炸好的虾枣色泽金黄，入口鲜爽弹牙，蘸上焗油风味更佳。如果想吃到我做的，私信我